我是婷婷，今天来地里刨花生了啊。我妈呢去干零活了，我跟我弟还有我爸。哎呦，刚才这这么大个窟窿，哎，就这小块是。这窟窿大了。哦，这都一下一下。这倒都一冲回来。啊，冲回来也不能走位。这刚下雨，下白雨，这好好。哦。地这还湿的。都放一块儿玩的。哎呀，下次来地老换个鞋，知道了呗？嗯。要搁这可扎你脚了。好了，多少多少，把这土都收下来，知道了呗？下雨下的花生也不太长，没有上年长得好。没有，你看这还耐不耐包啊？嗯。明年了少种点地。哦。种地的，你看这老百姓靠天吃饭。要么旱，要么下雨。今年下雨太大了，太多，也不长。少种点地，那盖着别好，盖着别好，是吧？啊。盖着别挣个钱，你说这老百姓。都不费这劲。你又费劲，一年到头挺费劲，又不挣个钱。可不容易。完了，媳妇完了。我俺俩从小年年都去地里，嗯，再说明年俺妈去地里放牛嘞。哎呀，这片刚上，我家的地很多，这边是吧？这片地都是咱。啊，这片基本上都是俺的。哎。给俺姑弄来两箱核桃，这个这个石花生，这个地里煮煮吃，挺好吃。好。干好嘞。好。干花生吧，没法煮，不好吃。这石里一煮煮特别好吃，放点盐。嗯。这来花生把切一下。啊。芝麻也能好嘞，好，看一脚是不是差不多也能好嘞吧？能嘞，真能好嘞。还有你看一脚，也都熟哎，芝麻也都熟哎。现在已经开始过秋了，这刚开始。嗯，就头一天刨花生。对。你看上面这芝麻，也都黄了。对，芝麻一脚花生都能整了，一样样往家整吧。哎，要开始忙了。嗯，在大地不小，比别的地还大。爸，我给你拿那个核桃露嘞，一会儿你喝。不愿意喝水，喝那个核桃露吧。啊。也不凉也不滋嘞，也不热，直接能喝。行。热了，你给王一达一家喝点。啊。喝一杯。哎呀。扔车回家摘吧。哦，我回家摘。回家了，红了大灯，把这个花生摘摘，是呗？黑呀，你咋又问我房间？嗯。